地里，用我们刘凯这边传统的音乐以及艺术舞蹈来继续传承他们在都市的一个传统文化。而他们彼此呢，每周的礼拜三都会聚集在一起，不单单是今天所呈现的舞蹈，平时还有其他的舞蹈。如果你有需要，如果有你们所办的活动有需要卢凯族的展演，欢迎跟我们中地区教育协进会卢凯族来做一个接洽。现场大家看到的呢，都是我们
从原乡里面最原始的表现，请在场的贵宾们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完全的带我们回到原乡部落的感觉了。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中壢區的妇女，那他们平时活动就是以舞蹈表演来做他们联络彼此之间的一个感情，也顺便做传承发扬竹排湖的传统歌谣的文化。谢谢。哦，还有吗？哈，还有。对，还有很重要的百合花舞。